couldn't even imagine。黑豹奇迹还在持续上映中，该片上映直至18天后，北美票房超越了《美女与野兽》，成为北美票房史上最卖座电影第9名。而黑豹本土总票房也抵达 5.064 亿美元，距离第8名的《星球大战：侠盗一号》只差2600万美元。本周黑豹在北美将来面临迪士尼自家的影片《时间的咒诅》的《Winger in Time》的冲击，另外还有《查理哲》《赛龙》《外国佬》等片上映。周一，黑豹海外拿下了520万美元的票房，累计全球总票房达到了9098亿，超越了《雷神三》的8.54亿，《银河护卫队二》8.64亿。蝙蝠侠大战超人8.74亿，蜘蛛侠英雄归来8.8亿，和蜘蛛侠三8.91亿，成为历史全球票房榜的第47位。全球票房方面，黑豹累计9.098亿美元。相信随着电影在中国内地的上映，中国内地3月9号上映，票房破10亿美元大关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Thank you.